lines it up. Three. さあどうか。今の時点ではどちらかというとスラムダンクという日本の有名な漫画にある、桜木花道という主人公が大家好，我是张家朗，我是香港劍擊隊花劍的运动员。其实因为由细个开始是接触花劍先的，在我的年代小学是只有花劍可以玩。咁当我上到中学的时候，教练都觉得我适合打花劍，就一直开始了。其实个乐趣就是有阵时你不知道是你 set 个局给对手，定是个对手 set 给你的。当你出手，原来正正是对手给你的陷阱。在我成日都落后的时候先去反省，其实是一个缺点来的都不定，因为心理的压力都很大的，可能早多一两剑知道的话，我就没有那么大差距，那就没得追得那么辛苦。但是其实我自己是挺享受由输紧到追回再赢了，那感觉是更加有成功感，可以说可能更加值得，的过程会更加享受。很多人就叫我做少年劍神，但是我自己一开始就不是很喜欢称号的。哇，咁细个就话神咁样，咁 Michael Jordan 人哋咁多 achievement 先叫神噶嘛，咁我得个少少点可以叫神呢？咁但系慢慢就可以分得开，知道自己系咩位置，知道自己要做啲咩，唔系好理人哋俾我嘅称号咁样。点样唔可以俾自己太大压力呢？就系唔好成日谂住比赛嘅时候要赢啲咩成绩，好好咁去享受个过程，喺个过程中去学习，而唔系每一次净系追住个目标去做。劍擊是要你給時間、給心機去慢慢培養，攞經驗去累積的一個運動。想緊貼更多理財、投資和生活的資訊，就繼續留意我們不同的平台。記得訂閱我們 YouTube Channel 和按鈴鐺。